如果卡卡是女人 ，C 罗可能早就退役了，和卡卡去过二人世界了。卡卡问 C 罗：“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？”C 罗的回答是：“一小块巴西烤肉，我很好养活的。”但当多年之后，面对记者同样的问题时 ，C 罗答复却是：“其实我并不喜欢吃烤肉，对于我来说太油腻了，但卡卡喜欢。”梅西获得金球奖时 ，C 罗的眼神里满是不甘，并且他下定决心不再会出席自己不是主角的颁奖仪式。但当得知颁奖嘉宾是卡卡时 ，C 罗却推掉了满满当当的行程，只为换来那几秒和卡卡的眼神对视。犹记得每当卡卡进球时 ，C 罗都会第一个赶来庆祝，并且笑得比卡卡还要开心。看来 C 罗也并不是讨厌有人站在他的前面，但那个男人必须只能是卡卡。如今的 C 罗每天可以开着不同的豪车出门，但他脸上的笑容却远不如和卡卡挤在同一辆车里时灿烂。